私下里面公开车让魏翔司机当门童，还摸一摸他的饭局上面，这挺香的。你可真是我见过的史上最大牌的主人。那还不是因为您是在台艺人吗？一个助理，你一人的时候，我还算你睡下，我这不到就行了吗？把你口水擦一擦吧。不可。你是不是忘了这是我房间啊？ 确定你是来照顾我的？是的，百分之百擅长的干。我当然也亲自吃饭。大早上起来我不喝凉水，我都吃点吃过，突然就不想吃了。七点十五，我热了，吃饭，你要帮我吃点单吗？给你小吃膳食。再唱500。 你在吃瓜言哥了，你说啥？今天是什么酒？台上起来我手头上了。我想请一下，我上哪能干的小助理？真让你想象，那不是没有人懂商业沟通吗？他现在想超人干嘛还看到你的发呀？用你想要自己躺在床上，看着你，你在期待什么？他到底是不是已经起床了？一点都不是我玩意。遇见你之前，我确实是什么？但现在，我却只想让你。3、2、1。